大家好，我是人人的 Connie 老师。今天想跟你讲一下广东话是怎样讲我们那一个星期那七日的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。我呢準備了一個口訣給大家，這樣呢你們就會容易記一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日，一個星期有七日。星期一到星期二，星期三到星期四，星期五到星期六，終於來到星期日。是不是很簡單呢？不如呢我們再試一次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日，一個星期有七日。星期一到星期二，星期三到星期四，星期五到星期六，終於來到星期日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